伊阿姐讲得无唔对，乌白武雄就是要来交春雨阿魂啊。春雨阿敢好度度过这关呢？不过今朝阿甲看，这个白武雄的穿差，敢那无啥个共呢？伊穿安尼先来交魂，到底是有什么用意呢？交一个非常的特别，所以我唔才这尼啊骨力咯。你看我衫拢穿好势咯。明大跟你练笑话呀，测试我看卖啊了。江春喜，吉新尼主席出席，吉新尼女士，因为爬落山看你无。你十岁，第你二十岁，后世人爱甲爸母相我做翁阿婆，恩爱一世人咯。我听你咧分古吹，你哪知伊讲爱分古吹哩？陆凯啊，我实在想无，你看看伊这个裙都一叠了。那看得普通普通哦，好嘞，家仔你无介意咯，你安尼就别跟我抢咯。江春喜，你看我穿敢那新郎同款来迎接你，你有欢喜无？醒起来哦，精神百倍啦！啊，千年的鬼差，竟然想要娶春喜，真正是老不休，不休鬼，看我安怎甲恁创治！我看我一定会当吃饱你。不派，会收钱。我刚才看，奇怪，你刚出天奈无死啊？对啊，啊死啊啦！死啊啦，有啊，哪有死？我是讲我死啊啦！啊，你死就挂了。不是，我是讲一届歹啊啦。啊，想哪讲？但一届吼，是我最后一摊，迄不头壳进前，迄做下摊头咧，啊，但是不派去，啊，我就袂当淘汰，就袂当娶出去啊。啊！别乱！别乱！你娶我，娶死我气笑啊！你明明当初伊就无死啊！我看，但赶紧来等我。